温润少年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拳击小哥哥特质让人着迷，近年来更是在影视领域崭露头角，多部作品好评如潮。让我们欢迎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修炼青春、突破自我的公益新能量易烊千玺。请千玺在背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好，谢谢千玺，请到内场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好，我们接下来呢将会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示威的主角感受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先从千玺开始。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然后作为青少年，就是我也非常关注青少年的空间教育问题，然后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然后去制止一些我身边的青少年去吸烟。好，谢谢千玺。好，我们听听小童有什么跟我们来分享的。大家好，我是关小童，然后很荣幸能受邀参加这次公益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然后告诉身边的青少年们不要吸烟，拒绝吸烟。谢谢。好，谢谢小童。我们听听王佳有什么和大家说的。大家好，我是王佳。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世卫组织的这次全球的控烟的公益广告的拍摄。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吸烟人口，而且每年将有将近100万人口因为吸烟而丧失生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应该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让大家能够重新认识烟草的危害，然后拒绝烟草，拒绝吸烟。好，谢谢王佳。一，好，我们可以现在回身看一看身后的四张海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千玺的在这边，小童、王佳，还有今天未能到场的陈曼的海报。那其实呢，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未能到场陈曼现在的内心感受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VCR。成年人越来越多，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未成年人抽烟的这种状况？然后如果遇到的话，你会怎么拉近距离呢？其实以前学校里面是有一些就是个子比较高的那种男同学，他们觉得穿衣服，然后下课会去学习这样那个厕所里面，就是偷偷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对环境特别不好，然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二水，而且今天是刘洋明节，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孩子，就是作为青少年，所以我们必须以身作则，从我们青少年自身做起。好，谢谢大家。